关注我们的直播啊。所以呢，他要跟我们连个线。那最后大家安静，一博，那我们就你就休息去哈，好好的养身体。你最后还有什么话要对大家说？大家放心，我身体很快就好了，很快我已经好很多了。我觉得我过两天就可以去跑个练了。好的嘛。好，跟一博再见。